小动作，不要把塑料瓶落在车里，塑料瓶在高温下将会释放二恶英，请避免让盛装水的劣质塑料水瓶在阳光下曝晒。最常犯的错就是泊了车后把水瓶落在车里，结果在车内产生温室效应，二恶英被释放，这是狠毒的致癌物，改掉这习惯，远离癌症，祝您更健康。